嘿，どうもスルバです。啊，大家好。咁今日我哋系咪嚟抽呢、這个？六咩全明星大集合呢？并不是，系啦，呢个废铺嚟根本。咁其实呢个铺抽嚟都嘥气啦。讲真，如果你系新手嘅话，你石多你咪考虑下咯。但系即系如果你系老手嘅话，基本上首先第一都唔系太缺呢扎嘢，但系二佢呢一个又唔系保证限定咧。咁个群组好多人都濑嘢啦。其实我建议大家咧，即系呢个临近呢个年尾咧，你不如留下石先啦，系啦，呢只 game 咧就佢嗰啲咩大梅日啊，或者一啲圣诞节咧系冇呢个，即系你抽嘢要俾石嘅，简单啲讲。咁啊，如果你石唔系多咧，就唔该大家留留石啦。咁啊，今日条抽咩咧？就抽呢个垃圾嘅怪物肉。好啦，咁我而家个小嗰、那个咩小龙嗰个就二十啦，系啦。咁啊，睇下今次第三个月会唔会好啲啦？开波。哇！真系我冇抽错 ，OK 啊。咁我都冇乜完全冇期待啊，系啦，放心啦。嗰两只咁啊限定咧，你俾只水天我都还好，有得一只因为，但系小嘢就真不了。哇，有啲咩惊喜啊？好吧，即系点解可以次次都咁垃圾嘅咧？呢嘢咁嘅垃圾肉真系垃圾肉。诶、欸，嗱，今次就好少少啦，今次呢个能量咧有二十。我好满意啦，已经系啦，即系我已经好满意啊！即系抽嗰只垃圾，嗰只垃圾小肉，嗰只其实嗰个其实我仔嚟嘅呢只大笨象咧，我想讲系基本上呢只系我仔嚟嘅，咁啊，但系即系父子都冇情讲啊！同你讲，即系你系垃圾就系垃圾 ，OK？ 即系俾你老母啊，山神我个啦。咁啊，同大家科普一下啦，以防有啲人唔知道。但我谂你睇咗咁多年，你都好熟印度教嘅历史啊。基本上呢个象头神个老母就系山神啦，咁佢个老豆就系湿婆，系啦。所以呢一个系某程度上系我个亲生仔，不过都系一个垃圾。OK， 咁啊，今个月都还好嘅，有二十一，真系好可悲啊！真系有二十能量已经咁开心啊！真系呢、這个，唉，真系唔知讲乜。咁啊，最后奉劝大家，即系如果冇石咧，就唔好抽嗰、那个呢、这个咁嘅咩全明星大集合啦，傻仔啊就呢、这个，咁我哋下条片见，拜拜。